先生已经下了最后通牒，这事引起了欧曼股东们的高度关注，他们马上就要召开一个股东会，我们要赶紧赶回去。大家的疑问我想应该由当事人亲自来解答。这个拨片为什么会发黑？我不想看到你再受到任何伤害，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多担心你？你帮我吹头发，我帮你洗脸，我们俩亲。二零七点滴时间到了，看来恢复的不错，红光满面的。云峰这块蛋糕不是他想吞就吞得掉的。李先生慢点。